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 GM GN。 那今天又是引爆了整个头条的一条新闻，或者是引爆了整个加密货币圈的一条新闻，就我们的孙哥要上宇宙了。现在他正在做出邀请找到五位勇士和他一起在2022年的第四季度一起上宇宙。他将会乘坐 Jeff Bezos 的 Blue Origin 的火箭，对吧，去宇宙进行 explore。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但基本上是要大 V 才可以。然后他做了一个网站叫做 Sea of Stars， 这个网站做得非常的酷炫啊，把孙哥讲到天上去了。 Pursue, look into the universe 啊，我们要去追求宇宙的真相等等等等。然后他的音乐也很有 vibe， The five lucky astronauts will be selected by Justin Sun。孙哥将会选择五个人，对吧，在第四季度进行宇宙 去宇宙，对吧。然后这边给了 Justin Sun 的一些简介啊。1990年出生在西宁 City 青海省的西宁，然后从小呢就想成为一名宇航员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成绩非常好，对吧， to a top student 在北京大学，然后是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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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了美国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吧。2012年呢开始了他的区块链之旅，对，然后2017年呢创造了创现在有超过6200万注册的用户在创上面。孙哥不仅停步于此，在 blockchain 里面疯狂吸金之后，身价高达上百亿美金之后，决定进入宇宙进行探索，对吧。要Advocat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charity。 他会最先进的科技里面进行不断的尝试，对吧。他这次选择进行宇宙探索。对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做的还是非常屌的他主要做了 Tron BTTC， 对吧，等等。Blockchain Space and Aerospace， 就是未来还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好，他做了个宣传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片这个宣传片也是非常屌的。In every person, there is a sun. Just let them shine. 孙哥眨眨眼睛。Heroes will always arise with the calling sense of mission in any time. He will make the great leap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human species to search for meanings that reach far beyond our narrow scale of life, to pursue greater cause, to seek a more profound insight of human life and the universe. I see myself. 好，这是孙哥，对吧，要去宇宙了，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大师级别的一个宣传，一个大师级别的一个网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第二就是另外一个最近比较热的一个链游现在开始出来了 demo 的版本，叫做 Phantom Galaxies。 我看了一下它的 trailer， 非常的屌，一起来看一下它的 trailer。
Phantom Galaxy 啊，现在刚刚出了游戏的 demo 版本，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游戏 demo。Phantom Galaxy， 在哪里看到的？在这儿。好，这就是它的一个游戏的 demo， 对吧？看上去还是非常的不错。啊，这个游戏有点像类似于这种高达一样的，可以变形，对吧？现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应该也是个 play to earn 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roadmap， 2022年第一季度，对吧？会完成 NFT claims， 第二季度都要从2022年开始了。然后开始他要开始慢慢的卖 NFT 了，对吧？然后到第三季度呢才会做 game launch。Q2 的话是 Origin Series Star Fighters， Origin Series General Avatars， 还不是比较虚啊，没有给出很实际的内容。但是现在如果你之前拥有 NFT 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了，对吧？这是一些动画，对吧？一些动画。对，如果你们之前有这个 NFT 的话，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 NFT， 所以你可以下载。如果你有个 NFT 的话，你也可以下载，对吧？这是你的 Unique Access Code 什么的，这个好像被你们看到了，是吧？对，你们可以尝试的去打一下。Anyway， 我也会送出这个 Unique Access Code。你在下面留言。包括在叫什么，在 Twitter 上面转发和留言，我就会送出这个 Unique Access Code， 或者说你自己也可以去买一个 NFT， 大概几十块钱吧。需要这个 NFT， 好像在这里。十块钱。十块钱再加上 Gas Fee 吧。如果你们想拥有，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打，对吧？而且必须要是 Windows Machine， 所以说这边应该是在这里，他说了需要 Windows， 对吧？对机器的要求倒不是特别的高。对，在这边，对吧？需要 PC only 啊， PC only， Mac 是不行的。然后是 suggest PC specs 啊，是要求不是特别高，对吧？25GB 的硬盘 ，16GB 的内存，对吧？第九代的英特尔 i5 或者更高。然后显卡的要求倒不是特别的高。就 anyway 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从它的 demo 来看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好，或者你留言，我就会送出这样的一个 unique access code， 对吧？那当然你能够 copy 下来，那你也可以拿走。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分享到这儿。第一个是我们的孙哥，对吧？要上宇宙了。第二个就是和一个激战类、宇宙类相关的一个游戏，叫做 Phantom Galaxy 啊，刚刚出了这个 alpha demo 的版本。
你拥有 NFT 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 code 啊去下载游戏。现在啊，只是一个 demo， 只是一个 alpha 版本，所以说不可能有任何的 play to earn 的机制。但是未来呢，可能会慢慢的增加。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儿，再次感谢大家，这里是韭菜兄弟，我们下视频见 ，peace。